这车不是我的。不方便就算了。哎，没什么不方便的，大家都是出门在外，上车吧，包给我。谢谢大叔。你小子眼珠都掉出来了吧？快上车！啊，好。我叫叶凡，两位美女怎么称呼啊？我叫彤彤，她叫然然，学舞蹈的，大学刚毕业。我说身材怎么这么好呢？我是个穷游博主，来无人区洗涤心灵的。我们也是觉得工作太无聊，裸辞了，想来无人区体验一下不同的生活。哎，那咱们可以一起走啊，正好还能互相照顾呢。好啊，好啊。哎，大叔，谢谢你能拉我，你怎么称呼啊？你喊破喉咙也没有用的，这是无人区。合作愉快。这姑娘被卖了5万块钱，至今下落不明。不会吧？这无人区这么乱啊？停车干啥呀？下车放水。车，你好啊，帅哥。这大长腿，我去。喂，喂，我跟你说话呢。你好。我们两个是来穷游的，想搭个顺风车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啊，没问题。不过，这车不是我的，不是你的车。那这车是谁的？哎呀，你干什么？不好意思，美女，前面是下坡路，我拉手刹，不小心碰到。不小心，我看你是诚心占便宜。然然，老陈不是故意的，是吧，老陈？老色狼！哎呀，然然。你看这路上一辆车都没有，这大叔能拉我们就已经不错了，谢谢你啊，大叔。还是彤彤会说话，看见前面牌子了没有？过了这个牌子就进入无人区了。哎，我手机怎么没信号了？我的也是。这什么情况，老陈？这里的信号塔被暴雨冲毁了，方圆百里没有信号。那我们开快点吧，大叔。手机没有信号，一点安全感都没有。这里是不讲法则的，你们这些大美女遇到坏人，那后果……大叔，你肯定不是坏人吧？你看我像坏人吗？不像，看就是好人。老陈不会心怀不轨吧？哎，不好！这路上怎么会有大树呢？估计是下暴雨冲到路上来的。这是黑天，就翻车了。老陈，慢点开，安全第一啊！快看，前面好像有人拦车。这个人慌慌张张，什么情况？我下去看看。你先别动，我下去看看。大哥，你在追我，救我吧！你是干什么的？一会儿你再追我，去救你。小骚货，我让你跑！小骚货，你还敢跑？哎，你干啥？但敢坏老子好事，老子整死你！给我滚！我带走。这小一千刀的臭男人，你干什么去？我去救他。你不能下去，他们都是坏人，太危险了。他肯定是被绑架了，咱们怎么能这么冷漠？
你们想一起被他们绑走吗？这是无人区。叶凡，见死不救，你还是男人吗？我也想救他呀，可我们不是那些坏人的对手啊。就怪他倒霉，谁让他自己往无人区跑。哎呀，然然，咱们能保证自己安全就行了。又不是咱们不想帮他，这里可是无人区，咱们也没办法嘛。无人区弱肉强食，这些亡命之徒杀人不眨眼的。不是，幸亏我们遇到大叔这个好人了。但愿老陈不是坏人，不然可就麻烦了。对呀，老陈绝对是好人。老陈，咱晚上住哪儿啊？大叔，怎么停车了呀？老陈，你想干什么？拉你们一天了，劫个色，不过分吧？大叔，你别吓唬我们，我们可以给你钱。我是贪财，但我更好色。流氓！老陈，你真的假的？哈哈，开玩笑的。干什么？去把帐篷搭上，今晚在这过夜。啊，你们在车上等我，老陈开玩笑的哈，别紧张。老陈，帐篷搭好了，然然和彤彤一间，咱俩一间。你先睡，我和安柳接点房。老陈，你不会针对他们下手吧？到嘴的肉能不吃吗？要不咱们一起吃？要不咱们一起吃？我不吃羊肉。有些人吃肉，有些人只能被吃。这是无人区。强者拥有一切，弱者任人宰割。你不是坏人吗？坏人？你是好人吗？难道你对他们没有非分之想吗？我，但我也不能做违法的事儿啊。违法？这是无人区，我们只是想睡他，别他妈跟老子说你臭小子不想女人，愣着干什么？快去睡啊！半夜我叫你。彤彤，那个老陈就是个色狼，咱们还是当心点吧。哎呀，然然，老陈这种男人我见多了，色大胆小，不怕一万就怕万一，咱们还是小心点好。那好吧。累了一天了，快睡觉吧。让你白天卖脏，老子来了，老子来了。老陈，你还真的？废话，有妞不泡。大逆不道！他们可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，你要是……那他们一生不就毁了吗？你可别跟他们说的那么轻松，就这些大学生，不知道多少难受。我明白了，你就是个流氓啊！老子就是流氓，这俩可是极品，今天必须给我把瘾！你要明白，这可是违法的。违法？这可是无人区，我知道这是无人区，没有法制，没有人烟，也没有信号，可这都是你为所欲为的借口啊！就是老子，给我上课呢！你敢，今天坏老子的好事，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老陈，老陈，我求你，你放过他们吧！去！
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大叔，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你呀！你要是敢乱来，我就跟你拼命！只要你伤害我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。小骚货，来吧！赶紧偷偷快跑！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了。来吧，小骚货！你大叔，你别急嘛！咱们俩快跑吧！大叔，你行不行啊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，保你满意。然然，你这同学他怎么？我俩不是同学，我俩是半路上认识的。不是同学？他不是说你们是舞蹈系毕业的吗？那都是他瞎编的，我是学播音主持的。然然，你是第一次来无人区吗？对啊。你一个女孩子长这么漂亮，怎么一个人来穷游无人区啊？我不是来穷游的，我是来找我姐的。你姐？我是来找我姐的。你姐她在无人区吗？她两年前一个人来玩，然后就失踪了。两年前？那她可能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，对吧？对不起啊。没关系，我这次来就想调查清楚我姐到底是死是活。她姐不会被人先那个了然后被卖了吧？然然，要是你信得过我，我帮你查。蛇？不要怕，这蛇应该不咬人吧？啊，叶凡，你来无人区也是来穷游的吗？不全是，我做自媒体的，穿越无人区不是有流量吗？那你是想做网红了？肯定啊。做网红太赚钱了，好冷啊！然然，做我女朋友，做我女朋友好吗？在没有找到我姐之前，我还没有心思谈恋爱。那如果我帮你找到你姐，你就做我女朋友？等你找到再说了。行，就这么说定了，拉钩。咱们现在怎么办？回去。回去？老陈就是个色狼，我不想回去。咱们俩现在这样，能跑得出无人区吗？而且你要找你姐的下落，老陈常年在无人区跑车，没准就能从她身上摸到什么线索。可是万一老陈再耍流氓怎么办？他是好色之徒，不是亡命之徒，他要是再敢碰你，我就跟他拼命。好吧，回去也行，不过我得跟你睡。跟我睡？你不要误会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啊，行吧，反正他俩现在也睡一起，也只能咱俩睡了。走吧。我睡外边，你睡里边。那你不许耍流氓。我要耍流氓还要等现在啊？那说好了，不许脱衣服。好，快睡吧。小美人，我拿走啊！老子要梅开二度！你个老流氓，住手！放开我！你个老流氓，住手！老陈，你干什么？
你小子敢坏老子的好事儿，你他妈活腻歪了吧？叶凡，老陈，你再敢碰阿然，我跟你拼命！我碰他可以，你得给我拿5万，5万就5万。但我手机现在没信号，等我出去再给你。你小子敢跟我耍花招，我饶不了你们！你不是睡觉了吗？怎么被老陈抓到了？我起来上厕所，被他碰到了。这样，我在外面守着，你快去休息。帅哥，起挺早啊。啊，早。小子，昨晚爽不爽啊？昨晚干了什么？你这么快就忘了？干什么了？我就记得喝完酒和彤彤快活了。哎呀，大叔，他不记得非礼安然了吗？难道他是在耍酒疯？老陈，你坐。没事了，咱们抓紧赶路吧。哎，小子，今天你开车啊。什么？哎呀，大叔，别这样，怕什么？有些外表清纯的女人，背地里更骚。哎呀，大叔，换个话题吧。哎哎，老陈，要是遇到宁死不从的，啥下场？那可老惨了。姿色好一点的，比卖给人贩子，没啥姿色的，直接嘎腰子。我去，那每天得有多少美女走不出这无人区啊？你问这干嘛？开车。哦，好。哎，你们看，前面有辆车。有人下来了，好像要咱们停车。别理他，靠边开过去。大叔，要不咱们别废话，开过去。好。我去，找死啊！找死啊！你有病啊？没开车？怎么开的车呢？你故意碰车还打人呢？打你怎么了？你有脾气啊？这地方以前没有街道的。怎么办，大哥？要不咱们下去帮帮他吧？你们在车里别动，我下车看看。就大哥，有事好好商量，干嘛动手啊？那就商量商量呗。他把我兄弟撞了，赔点钱合理吧？他是故意碰瓷儿啊？话啊，不要乱讲。我碰瓷儿，就有证据吗？你们就土匪毒贩。叶凡，你没事吧？他把你给碎了？嗯，他昨晚把我强暴了，还来了2次。你们是一伙的，狼哥，可要跟我做主啊！哎呀，啊，连我野狼的女人都敢睡，连我野狼的女人都敢睡。那个大哥，你别误会，我不知道是你的马子，这回知道了吧？赔点钱合理吧？赔多少？你睡他2次，1次2万，我给你打点折。算你5万，合理不？我去，这账怎么算的？那我没有钱呢。没钱好说呀，你这不有妞吗？这小妞长得挺漂亮，我玩2天，合理不？大哥，她是我女朋友。她是你女朋友，把她给我弄回去。别动我备箱，我这都是宝贝。哎，大哥，大哥，我们有钱，在车后备箱里。你别听她瞎说，后备箱啥都没有。哼。哎，太呀，把这些女人用品放车里干什么？啊，有什么憋不住的，自己解解闷。你不说没钱吗？这是什么？你不说没钱吗？这是什么？
这我啥时候放的我都忘了。你这人不老实啊，这钱哪来的？这是我进货的货款。进什么货？啊，就是一些那个情趣用品。看过你睡过我女人的份上，我信你一次。啊，谢大哥，刚才之前呢都是些误会啊，误会误会，给你留个纪念。狼哥，你不是说做完这单就放过我吗？宝贝儿，别急，再做几个月狼哥就送你回家过年。走，老陈没事吗？老陈，哎呀，都他妈你小姐的货，还我钱，我他妈掐着你，我掐死你。怎么办？老陈好像晕倒了。老陈好像晕倒了。虽然他是个流氓，但咱们也不能见死不救啊。这是哪儿啊？你醒了啊，老陈。你还我钱。你别激动啊，我可救了你一命啊。你小子不是跑了吗？我要是跑了，你早就喂野狼了。咱俩算算账。你现在一共欠我10万。你掉钱眼里了吧？野狼抢的钱怎么能算在我头上呢？要不是你小子，野狼能欠我货款吗？货款？什么货？是女性用品还是女人呢？我在克什马尔开个成人用品店，等到地方生产间玩玩。那就算了，我可用不着。老陈没说实话呀，他到底是做什么的？你在看什么呢？你在看什么呢？身材真好。老色狼，吃吧。这都能吃饱吗？我想吃肉。咱们哪还有肉了？弄个面包吃就不错了。你，我这还有几根香肠。啊，太好了。快吃吧。谢谢你。跟我还这么客气。咱俩都一起睡过了。讨厌，就你油嘴滑舌。对了，我发现老陈车里有女人照片。他的车里怎么会有女人的照片呢？我怀疑他是个人贩子。什么人贩子？我看过一篇报道，在无人区失踪的女人被卖到边境上，被迫从事色情产业，有的还被卖到了境外。这么说，老陈很有可能是罪犯。什么罪犯？什么罪犯？啊，他说你有点喝醉了，还要不要吃点饭？啊，对对对。我再想吃个香肠。哦，香肠。你这么看着我干嘛？我发现有时候你还挺 man 的。这话说的，我可是个纯爷们儿。不早了，快休息吧。哎，你还陪我睡？不好吧？咱俩孤男寡女的，我怕把持不住啊。我都不怕，你怕啥？你想我便宜那个老色狼吗？嗯，走吧。不是不脱衣服吗？喜欢吗？
喜欢，说实话，我还没碰过女人呢。那，快来吧。笑什么？第一次紧张不是很正常吗？我那是考验你呢，没想到你这么经不住诱惑。俗话说英雄难过美人关，你传授传授经验。胡说什么呢，我也是第一次好不好，睡觉。竟然是个黄花大闺女，这个能卖个好价钱。看不出来啊，你身材这么好。讨厌，男人没一个好东西。对了，你姐叫什么名字啊？安心，我姐从小特护着我，记得我小时候被小伙伴欺负，她总是帮我出头。然然，以后我帮你出头。你不可靠。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老陈车里的照片跟你长得好像啊。是吗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他肯定知道你姐的下落。我找他去，我找他去。不要打草惊蛇，咱们现在还没有证据呢。我去找他对质。如果说他真的贩卖人口的话，可能是一个人吗？你是说他们有团伙？没错，咱们要继续顺藤摸瓜，等到了他们老巢，没准就能查到你姐的下落。到时候等咱们收集到证据，让警方把他们一网打尽。行，我听你的。老陈这是在干什么？耍酒疯还是梦游啊？别胡思乱想了，赶紧休息吧。老陈，咱们快没吃的了，怎么办啊？前方十公里有个商店，那里可什么都有。啊，对了，今天咱们的手机能有信号了吗？说不准，这要看前方的信号塔修好了没。我放个水。你要累了换我开吧。你能行吗？没问题。然然，你要方便吗？你小子还是个暖男。哎，老陈，老陈，站住！你慢慢的，哎。停车！我要下车。下车？急什么？到地方会让你下车。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要不是看你是个厨，老子早就把你办了。哼！怎么还没到商店呢？商店啊！小伙子，吃饱啦？啊，吃饱了。一共五百。一共五百。什么？我就吃了个面包大瓶水，你也太黑了。这儿是无人区，嫌贵，你可以不买呀。
哎，行行行行行。老板，能不能留个微信？我出去以后转给你，没信号。不好意思，小本买卖，概不赊账。那我没钱了怎么办呢？好说，你身上啊有值钱的东西。我身上什么值钱？看你年轻力壮的，腰子能卖个好价钱。什么？喝一点。不给钱就想跑？今天要么钱留下，要么腰子留下。这我奶奶给我的金牌，至少值5000。走吧。不是，你得找我钱呢。兄弟，咱这有按摩服务，一天了，累了吧，享受一下，正好5000。这不电影里的情节吗？你们捆绑金银千万还有没有王法了？方圆百里老子就是王法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只能奢侈一把了。行，我认栽，我去按摩。这就对了嘛，钱呢是身外之物，要享受当下。带他去吧。好好走啊。你干什么？给你按摩呀。怎么是你啊？过来坐。咱们见过吗？没有。你是不是被他们抓过来干这个？很舒服的，快点吧。不是正规按摩？废物，这地方有正规按摩吗？那我要正规按摩行吗？正规的。随便啊，趴下吧。舒服吗？还行。对了，这个按摩什么价呀？一样价。啊，我去，那我不是亏大发了？那你就来全套吧。钱我不要了，我也不按了。天底下还有你这种男人，没劲。我走了。你还不能走？为什么？你只有睡了我才能离开这儿。这是什么逻辑啊？你睡了我，你就是嫖客，这样你就不肯报警了？这帮人渣。就这鬼地方你为什么不逃出去啊？逃了，这里是无人区，逃得出去吗？认命了。那你是怎么到这鬼地方的？我是来穷游的，结果被他们骗到这里来了。安心当初会不会被骗到这个地方？那这地方就你一个人按摩？本来还有一个逃跑抓回来就不见了，是死是活我也不知道。不会是安心吧？那之前那个女生你见过吗？没有，我们是一人一物，要是敢出这个门，抓回来会被开火车。开火车？不死也半条命了。我这辈子算烂在这里。这帮畜生。你在这多久了？来找我。你他妈是多饿，连衣服都不脱。走了。我带你逃出去吧。逃？啊，就凭咱俩？他们就三个人，我去引开他们，你趁机跑出去。要是被他们抓住，会打死我的。这地方就你一个人按摩，你就是他们的摇钱树，不会让你死的。我不怕死，只怕生不如死。
他们在打牌呢。快呀、啊，快、啊！成功，杨家树跑了，快追！怎么办？实在跑不动了。只能赌一把了。身上有首饰吗？有。快点，快呀！记住，一会儿不管发生什么，都别说话，听见了吗？走。哎，注意。大哥，是你啊！大哥，是你啊！真没想到在这能遇到你啊！原来是你小子，我以为是谁呢。大哥，孝敬您的不成敬业。哎呀，这老妹儿哪来的？大哥，这妞是我送给你的礼物，有钱树。这老妹儿长得水灵，我喜欢。臭小子，我看你往哪跑！大哥。他俩抢了我的钱，还想抢咱的摇钱树呢。别得管闲事，这是我的女人。这是我大哥，这妞我送给我大哥了。哎，你俩干啥的？你是干啥的？老子叫野狼，这妞我要定了。野狼？我还叫猛虎呢，敢跟老子抢女人，你活腻歪了吧？哎呦我去，这小子还是个练家子呢。大哥，这俩人心狠手辣，你当心了。无人区敢跟我野狼作对的，必须死！啊、哎呀，哎，大哥，好啊，大哥，你小子还能潜呢，上上！大哥，打得好，大哥，好，好，大哥，打得好，打得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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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哥。这让我开皮卡跑了，大哥，你给我松开！要松也是你先松，合理不？那就谁也别松，你看谁怕谁。二位大哥，要不咱们一起松呢？这不老实我就盘。来来来，别，三二一松。跑没影了，我去，你还老子摇钱树。是你先动的手。哎呀，老子摇钱树还在车里呢。没吱声了吧？没有。你说。刚刚咱们算不算死里逃生啊？你干什么？我开车呢。你救了我的命，我要报答你啊。咱以后再报答行吗？对了，你叫什么？李梦。你呢？叶凡。叶凡。凡哥，反正以后我跟定你了。啊，对了。有没有一个40岁的中年男人来按摩？嗯，没有。不过我好像听到过有个老男人来买过酒和吃的东西。那个人叫老陈。你们认识？何止是认识，我们要尽快追上他们。车快没油了，附近加油站有多远？我不知道啊。打开手机。看看有没有信号。有信号，太好了，快查查加油站有多远。还有15公里。完了，手机快没电了。老天保佑，快到加油站了。完了，车没油了。此时此刻太浪漫了，加油站应该离得不远，我去买油。我和你一起去。不行，姑娘告你不安全，在车上等我。哦，我不嘛，天马上就要黑了，万一又遇到坏人怎么办？
那就在车上休息，天亮我去卖药。安然，你现在在哪里？你再往前一步，我就死给你看！你再往前一步，我就死给你看！放心吧，我绝不动你。吃点东西吧，你是老子的摇钱树，我还指望你卖个好价钱。你别过来！叶凡，你在哪？怎么还不来救我？好冷啊！这鬼地方怎么这么冷啊？一梦，你干什么？抱着我就不冷了。凡哥，我喜欢你。你别这样，我有女朋友。我不在乎。你显然是鬼啊！彤彤，喂，你抱着凡哥干嘛？起开！干嘛？我是凡哥的女朋友，你是谁啊？我是凡哥的现任女朋友。什么？叶凡，你个花心大萝卜！你不是喜欢然然吗？哎呀，好了，有完没完呢？我问你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王哥要把我卖到克什马尔。克什马尔，无人区的出口。嗯，那里可以随便买卖女人，好多来穷游的都被卖到那里了。老陈不会就是去克什马尔吧？那你是怎么跑出来的？我不想被卖。狼哥就打我，把我打得半死。不过我也不知道我是咋在车上的，更没想到你怎么开着车。说来话长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李梦，跟你一样也是被坏人抓到这儿的。这是彤彤，我跟他搭一辆顺风车进的无人区。哎呀，同是天涯沦落人，别整得跟仇人似的，抓紧睡觉吧，明天一早还得去打油呢。救命！救命！我去打油，你们俩在这等我，千万不要下车，明白吗？我跟你一起去。那我也去。这里是无人区，你们俩这样太扎眼了。在车里等我啊。走了两公里了，应该快到了吧。我就说吧，终于到了。这不是老陈的车吗？他应该早过加油站了呀。安然，叶凡，你终于来了。老陈没对你怎么样吧？没有，他昨晚打电话是要把我卖了。别担心，我会救你出去的。咱们得智取，我去稳住老陈。好。不太他妈花五百，这他妈黑店。老陈，这他妈黑店。老陈，是你小子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开狼哥车来的呀。狼哥？哪个狼哥？你怎么这么快就忘了呀？彤彤的大哥。你手上的伤？你以为我三岁小孩子？车呢？车在一公里外，没油了，我来买油啊。这么说你现在是狼哥的人？可以这么说。告诉你啊，我这趟可是来送货的。送货？嗯，什么货？女人，彤彤，还有另外一个大长腿。送哪去？克什马尔啊。克什马尔？你在骗我？我有必要骗你吗？狼哥怎么可能把车和女人交给你？你要是跑了呢？人生地不熟的，我能往哪儿跑啊？
可是马儿有接头的，况且我祖传的佛牌还在他那压着呢。好吧，下去。老陈，你没对阿仁做什么吧？我可没碰他，不信你问他吗？啊，是，这两天老陈对我挺好的。那就好，等我们出了无人区，我请你喝酒。酒要喝嘛，钱也要还。你咋总提钱呢？我记着呢。前面拐个弯就到了。陈呢？叶凡，你个王八蛋，你敢骗老子？他们肯定在这附近，你等我先找找。我跟你一起去。你不想去，以后在这等他，你自己去。这俩姑奶奶跑哪儿去了？彤彤、李梦，凡哥，彤彤、李梦呢？他在那方便呢。凡哥，你回来了。啊。我在加油站遇到老陈了。老陈，就是那个流氓大叔啊。对，他把我送回来的。那然然呢？跟他在一起。我怀疑老陈是拐骗穷游女的人贩子。啊？那我们怎么办？我有个计划，你们听我说。明白，这个我专业。放心，一定完成任务。你们俩这是什么情况？我俩现在是闺蜜。啊，女人真善变呐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回吧，走。回来了。大叔，之前我都是被逼的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那要看你表现了。陈叔好，我叫李梦，请多多关照呀。一定关照，一定关照。老陈，咱们赶路吧。你俩坐我车。他俩得坐我车。你跟安然叙叙旧不好吗？走，坐我车。上车。叶凡，你怎么跟彤彤在一起？另外那个女的是怎么回事？他们俩都是被骗的穷游女。我把他们救了。好啊，叶凡，我说你怎么不来救我，渣男。我只是顺手把他们救了。然然，这两天我可是天天都在想你啊。鬼才信你的话，两个大美女在身边，我看你啊是早就把我给忘了。我对天发誓，我的心里只有你，要是撒谎五雷轰顶。行了，闭上你的乌鸦嘴。你想知道老陈的车胎为什么爆了吗？怎么回事啊？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追上来，于是就把他的车胎给扎爆了。然然厉害呀、啊！你放心，以后我们不会分开了。是吗？哦，我再信你一次。好。哦，对了，你姐可能被卖到了克什马尔。什么？消息准确吗？我只是猜测，据我所知，大部分的穷游女都被卖到那儿去了。那你说我姐？是不是还有可能活着？有可能，明天到地方就知道了。今晚我们得做个计划。大叔，好酒量，来走一个。好、啊，陈叔，我敬你。哎，咱们仨一起快活快活。哎呀，大叔。怎么还有这种爱好呀？陈叔，没看出来你这身体挺好的吗？必须的嘛，酒壮英雄胆呐！走。哎，走。哎呀，大变态！老陈要跟他们一起那个。放心。老陈一会儿就睡着了。怎么可能，老陈可是个大酒蒙子，喝了酒天王老子都不怕。他们可惨了。你先来呀、啊、来
凡哥，搞定了。你们把老陈开擦了？怎么可能？酒里下了安眠药，睡着了。你哪来的安眠药？有些男人太变态了，就只能给他们下点药了。好了，成败就在明天，我们得好好计划一下。来，商店卖的肯定是假酒，这脑子这么疼呢？老陈，来，跟你说个事儿。老陈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我想把那俩大美女私下卖了，有没有门路？他俩不是狼哥的货吗？那我不是还得还你钱吗？你不怕狼哥找你麻烦？我就说被人打劫了，这合理吧？你小子没白来无人区，学会黑吃黑了？那不是你逼的吗？天天逼着我还钱。跟我走吧。然然，现在手机有信号了吗？嗯，有信号的。那就好。大叔，你昨晚怎么回事啊？还没脱衣服就睡着了？就是，我还以为你多厉害呢。到了可是马尔，怎么玩的痛快？好啊，一言为定。还要多久到啊？马上就到了。到了，下车吧。咱们一会儿很可能被分开，一定要见机行事，明白吗？明白。老陈，咱们不是去克什马尔吗？这里可比克什马尔给的价高啊。不会有什么危险吧？放心吧，他们只要女人。走吧。我老陈给山一哥送货的。他是干什么的？他叫叶凡，和我出货的。好，跟我来吧。山一哥你好。山一哥你好。老陈，好久不见。来喝茶。谢谢。你是安然？是的。你们从无人区出来，舟车劳顿，去休息一下。谢谢沙鱼哥。你们两个这边。为什么把他们带走？没给我结钱呢。明天谈生意，今天迎新舞会。迎新舞会，十五给我吃，叔叔二十，叔叔十五，十五出来，快快快快快！老陈，安然呢？安然，安然入洞房了。什么？你把安然卖了？废话，他是个厨，值二十万呢。老陈，你王八蛋！你干什么啊？老陈终于摊牌了，这就是他们老窝。大哥，我俩闹着玩呢是吧？是是是，闹着玩。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谁他娘的要是敢给我捣乱，我就送他上二楼。喝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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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陈，啥上二楼？二楼就是上刑的地方。贱货！你说谁呢？你个骚货！我的肚子！好疼！李梦，你没事吧？你为什么打他？他偷了我的金戒指！他流产了，赶紧送医院吧！他是孕妇！臭小子，怎么回事？他在商店被人开火车，我看他可怜，就把他买回来了。孕妇不能往上带，这他娘的晦气！
里边烂得慌，你外汇人。你赶紧把他给我扔出去。哎，好的。大叔，泥鳅哥来，咱们上来继续玩来。大哥，它太脏了，我把它扔远点，你快回去吧。你不要跑吧。大哥，我是来送货的，还没给我结钱呢，我往哪儿跑啊？不好意思啊，大哥，耽误你喝酒了。哎呦，凡哥，你抱着我好幸福啊！能不能严肃点？心咋这么大？哎呀，累死我！怎么样，凡哥，演的不错吧？你压根就不像演的，这血哪来的？红酒加口红，真假难辨吧？厉害！你快去报警，我去偷出来呗。好。安然，我来救你。走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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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好哎！泥鳅哥，嗯，你可要怜香惜玉。我一定会让你脱光的，再来。来，我们继续。听说你是学舞蹈的，学的什么舞种啊？嗯，拉丁舞。拉丁舞，那安然小姐一定很奔放吗？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我还知道，你还没开包，今晚我们共度良宵。你要干什么？你很迷人，放心，我会让你很舒服的。那个大叔，我好紧张，咱们能不能先聊聊天？好啊，你想聊什么？那个，我想知道我被卖了多少钱。二十万。二十万，这个斯文败类，我饶不了你。那个大叔，你还要将我卖给别人吗？你很聪明，我也不想骗你。不把你卖掉，我拿什么赚钱呀？那可以不卖我吗？那就要看你的表现了。你把我伺候舒服了，我自然会把你留下来的。救命！救命！你越喊，我越兴奋。流氓！你敢打我？刺激！再来啊！救命！救命！叶凡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咱们赶紧离开这儿，走。来，咱们接着喝。他们还在喝酒，我们怎么办？等，等童童把老陈灌醉，让他们自首在这儿。大叔，大叔，咱们再喝一杯吧。我喝不动了。大叔。今晚我陪你，咱玩个痛快。哎嘿嘿，好啊，我要决战到天亮。干嘛？他今晚是我的。大哥，今晚我要陪大叔的。对对对，你们还没付钱，他现在是我的。啊？你敢跟老子抢女人？你敢跟老子抢女人？哎呀，大叔，你可得护着我呀！跟你抢女人怎么了？我打我！哎，我哎，我谁？下黑手，你找死！今晚你俩可都是我的了。老陈，你想干什么？你小子，你想英雄救美，老子成全了你。咱们现在怎么办？李梦已经报警了，警察很快就到。
老色狼，我踢死你！走，上二楼。姐，冉冉，没事了，怎么回家？警察来了，我们得救了。我给你解开。一切就像一场噩梦，我做梦也没想到还能重见天日。一切都已经过去了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是啊，姐，以后我们要珍惜眼下的日子，幸福的活下去。嗯，叶凡，谢谢你的救命之恩。冉冉，现在可以做我女朋友了吗？叶凡，我若以身相许，阁下应当如何应对？当然是和你白头偕老。凡哥，你们结婚，我可要做伴娘哦。还有我，你们不会嫌弃吧？以后，这里就是老子的天下。